Te doy las gracias, Señor, por el consuelo de tu presencia. También en la soledad eres mi esperanza, mi confianza. Desde mi juventud eres mi roca y mi fortaleza.人过了中年以后啊，身体各个器官就会开始逐渐的老化，渐渐的可能视力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好，看东西要拿得远远的才看得清楚，头顶上呢秀发也不再乌黑亮丽，慢慢的变得斑白，旁边的人说话呢需要更大声才听得清楚，太硬的东西啊已经不方便再咀嚼了。但其实呢，这些都是人老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面临到的问题，是很正常的，不需要担忧。只是这些老化的现象啊，会一个一个的出现。那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欢迎来到结石累累的第三人生。今天来到了第五集，我们要讨论的是健康老化。宛如主任，刚刚那个小短片在提醒说，哦，比如说你已经白头发啦，或者是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在进入一个老化的状态。嗯，跟你分享一个我今年才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无时无刻在提醒我的年纪啊。因为我本身是过敏体质，我是鼻过敏，所以其实我以前鼻子过敏就会连带着眼睛痒，然后今年其实上半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月到一个多月，我眼睛就是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痒的状态。可是我就想说，我鼻子没有过敏啊，我没有流鼻水，但是为什么眼睛一直痒？所以我就去看了眼科，这样。然后进去的时候，护士就会带你先上一些仪器，做一些基本的检查。然后医生拿到我的单子，然后看一看，就说：“那个现在这个年纪啊，我们可能要注意老花。你现在是不是会看小字？是不是变小？”他我听到“老花”这两个字，我心里都更噔一下。我想说我是老花吗？因为我想说他看完我的数据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哦，那你没有老花啦，只是我想跟你提醒，现在很多人可能过了35岁，有些人就开始提早有老花的现象。”我就说：“哦。”然后我说：“那医生，我的眼睛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哦，你这就是过敏啦，什么什么。”可是我就心想说：“哇，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提醒我老化。”然后我想说，真的是无时无刻在提醒。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就也是一个提醒，对不对？是是是，提醒我们的健康。因为其实现在看手机的时间也拉长，对。那老化这件事情不是老的人才会有。但一般人很多时候过度使用某些器官，也可能出现老化的，提早老化，对不对？对，所以现在眼睛恐怕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了，所以不单单是你，听到老花，天哪！但当然，有了年纪的被提醒诊断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要用合适的方法来因应这件事情，改善哈。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健康老化，其实我们很容易知道，就是老化的特征，就是像刚刚说的眼睛的退化嘛，你可能开始看不清很小的字，或者是有白头发啦，或什么，这好像是很容易具体的感受到的。但是老化这件事情，好像有些是比较隐性的，对不对？你说眼睛吗？不是老化，老化不是老花咯，老化。其实，在老化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前几集也聊过，我们每一天都在老过昨天。那在这个老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只要有合适的应对自己身体的方式，我就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方式。其实老这件事情必须跟它和平共处啦。就像稍微提一下，其实明年2025年，也就是我们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来临，我们的老化人口数已经达到20%，高龄啊，已经是高龄，超过14，所以明年预估可能会超过20，所以就变成超高龄。所以我们不是在迈向超高龄，是我们已经是超高龄。
了，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数字来说，也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嗯，那相对年轻人口就会觉得他们的照顾压力会相对大。那一样，如果我们是守龄者，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守龄者，其实也说一个数据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嗯，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啊，这个不健康的生存年数，也就是说，嗯，开始准备卧病被人家照顾，嗯，一直到被照顾的时间，一直到你上天堂哈，这段时间很长，其实达到8.41年，哦，这很长哦。因为芬兰那边是在追求最后两个礼拜我卧床之后我就要，所以台湾回天家了。是八年，对，八年的那个八是八年多，对，所以而且是平均值，对，大概有些人是超过八年的更长。所以我说现在为什么在推这个健康老化、活药老化，嗯，也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守龄者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健康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生活选项里面。健康其实当然外在环境是一个，可是你自己照顾自己也是一个，所以你的先从观点开始转化，你身体心理转化了，你的身体就有机会更健康，嗯，那你的社会参与变高了，你即便很老你还是可以，也没那么显老，对不 对你也可以很活跃的在这个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嗯，而不是成为负担，对。所以为什么芬兰那边追求最后两个礼拜我卧床，我一定要生命美到最好最美的最后那一刻，但是我要走就走得快，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积极来照顾自己的健康，我们卧床期拉到八年，这个太辛苦了，真的就是自己也很辛苦，照顾的人也很辛苦，也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我们整个社会成本也拉高很多，真的。尤其像你刚刚说的少子化嘛，所以未来的劳动人口其实是减少许多的，嗯，那整个社会成本是整个提高的，自己也很辛苦。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其实不是说你到了几岁才开始要注意，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们小时候那叫成长，可是其实就是慢慢就会开始进入的是老化，你一天就是比一天老，嗯，其实有个最近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的长者开始照顾自己，主动照顾自己的健康，不单单是医生的责任，也不是家人，嗯，是你自己照顾。好，这个观点大家慢慢都可以被接受。但其实我们现在在服务体系里面也看到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关注的，就是在40+的这个年代，大家就觉得，40+不是很健康吗？好，那你去想哦，40+的这个年代，上有老下有小，那你去想，现在资源都已经这么匮乏，嗯，如果说资源这么匮乏的状况之下，长者都要照顾起自己健康，那你想40+，等到他们变65岁的时候，资源会更少哦，对，照顾你的人力也会变少，而且所以现在40+兄弟姐妹也减少啊，对不对？那个分担、那个负担的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健康老化这个是人人都有责任。嗯，现在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你就开始去练习照顾健康这件事情，然后健康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嗯，然后包括你自己的对于老的观点啊，现在不是你要不要认识哦，是你一定要认识哦，因为现在这个超高龄来临的话，你很多事情可能跟我们以前想象中的老都不一样，不一样，嗯，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主动的，以前会觉得啊，等我不健康的时候我才来注意健康，可是现在不是，是要趁你还健康的时候你要维持好你的健康，对不对？所以现在健康老化这个观点叫做预防式的观点，嗯，从40+之后，你想想看，你也不能倒下，对，上面还有老的，所以呢，嗯，你身为老人家的话，也不能够停下来，嗯，因为你只要一停下来，你就要维持好自己，你下面这一代就会很辛苦。所以每一代之间，我认为大家都要好好的让自己在一个准备的状态，都是一个自己的责任，对，嗯，要对待自己的责任。那其实健康这件事情，我们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灵性的健康，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其实是身体的健康，那心灵的健康、心理情绪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些，在讲这个心理健康之前，哦，嗯，这边有一个文字，有一些文字可以跟大家分享，嗯，就是在WHO 这个健康老化，它就要在说，啊，发展并且维持生活机能的过程。嗯，那生活机能到底有几项？一个就叫做内在健康。嗯，内在健康有5点哦，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个叫做行走的能力、移动的能力。哦，第二个是思考的能力。嗯，你自己脑筋不能停下来思考。第三个就是视觉的能力，
就是视觉看东西。对，所以像我们不是说刚刚手机看太多吗？所以你要维持视觉的灵敏度，是还有另外一个听觉。嗯，我先说哈，只要你听觉退化，你跟人的互动变低，你就会比较容易失智风险，因为你跟人的关系就切断了。所以听觉，还有一个就是记忆能力。那第二个部分叫做环境，环境这个就比较多了哈，因为环境的话，比如说你的居家环境，你的社区环境，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以及你的建筑本体的环境，以及当地你的人际，这几个东西，包括你当地的公共卫生跟政策，还有居民之间的资源系统，这就更扩大了。对，这是环境，所以这几个点拼凑起来，就会成为你在健康老化上面你需要维持的一个生活机能。所以这就是这五点，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我们的。其实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刚刚很容易很关注到的是，比如说自己到家庭，然后可能最多再到你的朋友圈而已。可是世界卫生组织再提醒的可能更大了，是你整个社区，你整个只要属于你生活的环境，包括政策，政策也是支持，都要关心了。那刚刚回到刚刚你问的那个问题，灵性这一块，其实在整个心理上的特征，其实有几个东西大家可以觉察一下，一个就是失落感。对，就是你失去了社会的角色，所以你的失落感会变大。比如说你从职场退下来，而且对，就是退休的人生活整个重心好像没了，有点失衡。对。好，那我们来谈第二个是疏离感。疏离感，疏离感呢，其实就是你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所有的圈圈会减少。那跟家人的关系有可能也会有所变化，毕竟你是在家里被动等待的。社会的流行脉动就好像越来越远了哈，越来越没有接触到，所以疏离感也会让你会在心理上会产生一些老化的感觉。第三个就是自我中心，因为你圈圈小了，都从自己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事情，你就会只关心自己，没管别人。那我觉得退休后如果你没有好好调试，的确这会成为一个跟家人关系改变的一个点，因为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都只想到自己呀、或者是就有点难相处。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说情勒，就是有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没那个意思，对，但年轻人就说你现在是在情勒我嘛。然后我们家长辈就说，我被讲了几次他会来问说到底情勒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小孩对着我说？其实也没听懂。情勒，你在情勒我，就是代表说，很多时候你从你的角度出发，然后你对别人有某一些要求，然后别人要配合，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以至于他就觉得你在情绪勒索他，所以这个不好相处，就是越来越疏远了。对，所以长辈应该就是觉察。第三个就是孤独感，如果你是少或子女都不在身边，所以你说是特别是独居，所以你会出现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每天早上醒过来说没有重心，也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干嘛，手机滑一滑说又要吃饭了。而且有些长辈甚至不滑手机的，他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现在大部分长辈就是开电视被电视看啦、对，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也会有一些礼貌，就不去隔壁串门子，他们就觉得东家长西家短不好。可是你越是不出去，你不跟人家互动，现在很多社区有蛮多那个参与的点，你不出去，你在家里你就会东想西想，对，所以你的孤独感就会来，甚至你可能会打电话要求孩子回来，这就变成另外一个上面提到又亲了，对。然后另外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通常依赖感也会变高，它是有点像是你有这个的时候，你开始就会想要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依赖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要回来啊，女儿你要回来，你如果没回来的话，那谁要带我去看病？那我等医生讲的我听不清楚，你要回来帮我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那种小病痛就会说，哎呀，这个怎么办、不舒服啊？你赶快回来。对，所以我说这个依赖感就是希望渴望被照顾。但是渴望被照顾，相对下面一个感觉就是你很容易被嫌弃，因为你太多了，所以子女。家人有时候就会觉得有压力，所以有时候子女可能也会透过他们的一些反应可以了解到，他可能进入这个状态了，因为以前可能父母也在忙，你也在忙，所以他不会常常要你来看他。可是当如果发现怎么常常有事没事就说哪里呀、或者是家里怎么了一定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子女可能也要意识到他可能落入了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只要你看你的父母退休，我觉得子女恐怕就要安排一两天特休。为什么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去选幼稚园？
就会带着他选这间选那间，然后去学校社会适应。其实我真心就觉得现在看到蛮多年轻人会做这件事情，他们就用特休，就爸爸妈妈已经有退休，他就用特休，然后带爸爸妈妈在临近去帮他们找 有一些场域，就带他们来。但是你不是把爸爸妈妈丢着，而是他就有点像陪小朋友在环境适应一样。哎，我跟你讲，长辈跟小朋友一样也是会紧张的，好吗？所以我们以为都长辈离开他的舒适圈了。对，所以你就陪着他选有没有喜欢唱歌的啊，有没有喜欢画画的啊，喜欢跳舞，又或者担任志工，你就陪个半天一天，让他稍微找到一些新的资源网络或朋友，我觉得会好一点。所以我开始慢慢开始感受到现在真的有子女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不错，他们有察觉到父母的需要。然后另外就会也会出现一个心理症状，就是会比较焦虑不安，因为啊，退休之后其实按照我的服务经验会有两症会找上你。这两症是什么？忧郁症跟失智症。因为你突然生活失衡的时候，你在那边就觉得，哎，我这边好像也在痛，哎，我心脏好像也不太舒服，哎，我的腿怎么？你突然发现你的关注点都回到自己的身体，然后这时候你会去看病。看病的时候，你通常会拿很多药，对，吃不完的药，然后看着药，你也会很哀怨，而且会就更焦虑了。对，怎么办？我一身病痛，然后又或者旁边有朋友也生病了啊，又或者会把他带入到自己，或者他死亡啊，这下子不得了了。所以很多守灵长者，讲真的，面对这个病痛生理的一个退化的过程，如果你自己没有找到一个重心，其实你会很容易把焦点放在身上。那我看到很多长辈有时候在这样光，他变成另外一种忧郁症出来，因为他就突然发现，哎，我怎么不退休没事，一退休什么病都来了，然后不检查没事，一检查什么病都有了，所以他们就不要去检查，他们就说不能检查一检，但其实不是啦，对，其实真的不是，真的他们都会说不检查都没病，检查了什么都出问题这样子。但是其实是焦虑让我们把更多的病症都都拉提出来，把它激把病症激发出来。另外最后倒数两个就是固执跟怀疑。因为固执就是有时候，长辈会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啊，你不懂，这个我才懂。这就跟刚刚那个自我中心，就因为你自我东西多了之后，又或者年轻人讲了很多建议，长辈不听，对，他说，哎，你不懂，我的身体我最懂哈。这个他有时候就会用自己的经验，对，的确是经验。但我们在老去的过程当中，其实不要被旧经验绑住了。真的，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各种的内外在环境都不同，对，所以你被绑住，你其实过往的经验或者你爸爸妈妈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我的晚年。所以我认为固执跟怀疑，很多失智症的前期会很怀疑哦，真的，钱被偷啦，对，什么东西金子被偷啦，只要我们服务过程当中，我看到长辈开始说这些话的时候，通常我们就警报都会拉起来。我们就开始请家人关心一下，是不是长辈有一点点失智前兆。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子女晚辈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开始很多怀疑，不必要的怀疑，对，然后很多焦虑啦这些的时候，也许就要去帮他测量一下是不是有失智的前兆。但是要测到到要很严重才测得到。然后我这边提一下哈，其实有时候父母可能会跟某一子女一起住或邻近，那其他子女通常有时候外地比较远。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跟父母聚会的时候，你如果突然听到父母开始会抱怨照顾他的兄以前从来没说过，对对对，现在开始嫂嫂啊，嫌这个他对我不好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你警报要拉起来哦。你不要急着去责备别人哦，你可能要开始去观察，因为失智前兆并不会一直都出现糊涂，它可能是一阵一阵的，但是强烈的那种怀疑，然后抱怨，然后比如说你突然听到说嫂嫂不给他吃中餐，这都有点不合逻辑，对，以前从来没发生过。对，那通常最容易引起其他家人的反应就是钱不见。就是啊，我的钱被谁谁谁拿走了，他偷了我的钱，所以其他的兄弟姐妹就出来主持正义。你千万不要这么快主持正义，先搞清楚状况，因为长辈真的
在这个上面，它其实会有一个失智前兆的反应。嗯，而且这个是就像你刚刚说，它可能是检测不出来的，对，它就是有一些些征兆了，但是还不到，它是一阵一阵的。等它被检测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比较正在发生，但是其实可以先服用一些药物，让它的症状不要这么快掉下去。哦，所以如果发现有你刚刚说的那些状况的时候，嗯，可能就可以提早就医。其实有一个检测，我提供给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嗯，平常你在跟那个守灵者互动的时候，如果他在短时间之内重复说同样的事情，嗯，啊，十分钟之内他又反复了第二次，或者又反复了一次，嗯，这时候你应该心里要有一点点感觉，就是有可能会是失智的症状。就是如果他以前不会这样子，对，现在如果这样子，对，像我们服务过程当中很多长辈他在讲一件事，比如说他跟你分享说昨天孩子回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他通常会讲的是比较过往的事情，他不会讲昨天，嗯，他通常就过，嗯，可是哦，莫名其妙十分钟之后他再讲一次，嗯，可他的表情是觉得他没有觉得我没讲过，对，他的表情是全新在讲一个新的事情，嗯，所以当我听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不太对劲，你这样我敢保证等一下过一下，嗯，他又会再讲一次，嗯，比如说他提到他小时候很辛苦啊，就当时在工厂工作啊，哈，哦，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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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都要站着做啊，哈，哦，班长很喜欢他，哦，他就提一个很过往的事，哎，他在短时之间又再重复提出，也不是说因为发生什么事情让他又想到，他就是又在，因为你从他表情你会感觉他不是讲过说我再，嗯，我再讲一下，不是。他好像在讲一些全新的，从头开始了。对，他表情是很真诚，又要再跟你分享这件，嗯，所以这时候子女可能要有一个敏感度，嗯，可能有一点点状况。因为通常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当我们发现这症状，我们跟家属做一些提醒的时候，家属通常都说没有啊，他很好啊，他平常讲话就是讲两三次。对对，我其实刚刚有想要提的，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长辈本来就是讲了，他可能就又在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感觉不出来，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练习不要讲话讲太多次，人家以为我们失智，所以只要讲一次就好。但的确长辈，嗯，越是频繁的反复，其实这是 有一点状况，所以你刚刚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跟你讲的感觉不是我觉得我刚刚跟你讲你好像没有注意听我再跟你讲一次，而是他的那感觉好像是我刚刚没跟你说，我现在是第一次跟你讲的感觉，你会从他表情感受到他是当第一次在跟你讲，嗯，就其实也真的就是子女晚辈有时候真的要看着长辈，你要观察，嗯，所以你看着手机你就不知道他的表情是，对，所以你看一下他，就是，耳朵听，对，嗯，看一下他。而且有时候真的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刚刚可能没有听到我讲，对，因为你可能在看电视看手机，所以我再重复一次。那我知道有些状况是就是说他很快就忘记他刚刚比如说他可能进门就说啊我等一下要去倒垃圾，嗯，但很多是健康的忘记，然后不要担心，啊，倒完了，对，他倒完回来可是没多久说哎我要去倒垃圾啊，这个可能就要留意，但有的时候是哎你帮我记一下等一下我要拿这个东西去丢，嗯，就他一转身就会说哎我刚刚是要拿什么，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没关系啦，我们日常我们也会啦，我就觉得所以不用担心，我也常发生，所以不用担心，但是我认为的确跟在父母相处的时候，如果你们很难得回家吃饭，你要多关注一点这件事，因为其实我最担心就是药忘了吃或重复吃啊，对，其实这个对长者来说是危险的，嗯，又或者是饭重复吃也不太好吧，嗯，对吧，真的，更何况是药，所以我认为如果子女很少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留一下父母这种反应，嗯，其实你认真观察得出来了，就是不要回去都还只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啦，就是，因为他提第二次你就说好妈我知道你不要说了，所以可是你可以看一下他表情，嗯嗯，是什么表情，对，嗯，我觉得你透过你的眼睛去感受，对，你会感觉长辈不太一样，尽量是要看着他，对，对不对？嗯，这的确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啊，就是透过真的很生活的观察，可以更提早的察觉到他们的异状。嗯，所以健康老化这件事情，除了自己守灵者本身自我照顾之外，我觉得家人也要这个观点。嗯嗯，那现在讲真的，现在既然超高龄社会来，所以大家对老这件事情，对，多少要有点认识。嗯，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爸爸妈妈在家里都没事，对，他有事你也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每次偶尔回家的时候，或假日互动吃饭的时候，就看着他们一下，因为我觉得看，嗯，就很像那个中医的望闻问切嘛，总是要，啊，
看一下整体观察，对，我觉得那个观察有意识的、嗯、我觉得家人一定要有意识的看一下父母、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觉得他都是这样，比如说你出门看到他哎，袜子颜色不一样，你可以问一下这到底是流行还是你节省因为一个袜子掉了、啊、对对对，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嗯、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再确认让你知道现在父母老化的状况、嗯、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讲真的很忙啦，自己要关照自己的工作又要照顾孩子， 对父母的关注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还是说觉得与其让他状况很严重的时候才去接触、嗯、还不如回去的时候你就先确认一下、嗯、然后可以鼓励他们参与一些社区的、嗯活动或课程，对，所以其实在第三人生这些朋友们有时候可能会像说就是子女很少回家或独居的，所以你的生活圈就很重要，如果你有朋友或什么你们可以彼此互相观察彼此互相照顾，这就是第三人生，就是你就是没办法自己完全的自己了，就是你除了你的自主之外你还是需要有人是彼此照顾，好朋友圈就很重要，对，彼此打个电话确认对方独居都安好，我觉得他也比较不会把所有重心都压在孩子身上，孩子对、嗯、所以这也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杰斯蕾蕾的第三人生真的不是只是给第三人生的朋友们看，就是也希望他的子女或者是你可以给你身边的人多多分享，让所有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开始去认知一个健康老化的观念的概念，就是也许你有这个观念之后你就可以观察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嗯，而且身体要好好自己照顾。现在其实失智有些很年轻哎、欸，有些人还没退休就每分年龄，真的这是最无没有年龄差别的、嗯。所以我们常常都鼓励大家能够去参与一些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其他圈圈，脑、嗯、袋有个刺激，就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啦哈、嗯。那刚刚讲到了身体的健康，然后心理的健康。那还有一个就是灵性的健康，对，嗯，其实啊，我就觉得身体就是上天交给我们的一个躯壳嘛，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好的管理者，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对，也是一个很好跟天主互动，因为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宫殿啊、嗯、我们在圣经上也常常会这样说、嗯、所以这个身体我们是个好的管理者，所以我们应该维持它的健康，无论吃啊动啊还有我们的渴望灵性生命的成长的这一块、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自我锻炼，嗯，我觉得现在退休了更有精神来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在这段时间有时候会有一些依赖感， 嗯那我觉得这个依赖感我们可以放在天主身上，对，我们就信靠依赖他，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嗯、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去信靠依赖耶稣的陪伴帮助，你才有可能真的去突破了这段时间的你的一些感受，因为我觉得有些感受是很难人家帮助你的，真的是需要。以前有句话就说我们很喜欢靠着自己力量、嗯、所以有句话就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嗯、所以你唯有我当然不是要等到人的尽头才去找神、嗯、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意识跟觉察天主一直与我们同在、嗯、那我觉得靠着他前行你自己也比较安心，对，在老去的路上，也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孤单，对，身边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刚好是好好的依赖天主吧，嗯，就是，而且身体就像刚刚网络主任说的，我们就是一个圣神的宫殿，我们的身体是天主所创造的，那我们拥有的身体，它还有这些功能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塔能通了、嗯、它其实身体最后是我们的塔能通，我们可能已经不再工作了，不再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技能了，可是健康的身体是你的塔能通、嗯、你要如何去善用你的塔能通，这是很重要的、啊嗯、你不好好善用那天主就拿走了，既然不用但其实啊有时候在老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体力真的会大不如前、嗯、然后慢慢会没那么好，可是你去想我们讲了一句很圣善的话，嗯，其实也是在引导别人，对，那我也是支持年轻人，所以我会觉得我觉得老这件事情可以很有力量很有智慧，对，你的存在就是一个
彼此接住的一个力量、就也不要小看你现在的身体嘛，就是它其实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对，把这个可能性去放开来。对对，不要局限了自己。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在讲的健康老化，我们其实从了很多不同的方面去聊一聊，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些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一样我们节目最后就是王主任有没有一些再做一些提醒重要的部分？灵性生命看起来有点不容易，其实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去寻找心中的那个神。那在如果你有各种不同的信仰，那特别是我们教会信仰里面，我会觉得透过这个安静的聆听，你真的你会听到天主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也会听到自己心跳，你就发现哎，每一个心跳都有天主的祝福，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王主任，哇，这个最后的提醒非常的能够安慰到大家的心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咯，那我们相约下礼拜再见，拜拜。用基督的眼光逐渐自己的美善老后，祈祷是最棒的支柱。我们现在一起聆听圣言，用心祈祷，让我们有结实累累的第三人生。至高者，最幸福的事情是赞美上主，歌颂主名。上主，你既以你的化工使我喜悦，我就因你双手的一切工程欢乐。上主，你的工程是多么伟大微妙，你的计划是多么神秘玄奥。正义的人像棕榈茂盛，似黎巴嫩的香柏高耸，他们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在我们天主的庭院里繁荣。虽已年老，仍然结果，枝叶青绿，枝江丰盈，为宣扬上主是多么正直。我的磐石，他毫没有不义。慈爱的天父，你借着圣咏让我们深深地领悟到，老化不是缓缓的衰败，而是渐渐的成熟，不是被动与无奈的接受命运，而是可拥抱的机会。面对这高龄的时代，祈求你让所有长者能够意识到，他们虽已年老，仍然结果，枝叶青绿，枝江丰盈，接受自己所拥有的，并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活在当下，让自己被带到光明里，不为未来挂虑，自在享受老后的生活。阿们。